28号张天赋 MC， 他会表演自弹自唱。是驻唱歌手嚟嘅。我叫做 Michael 啦。咁我是一个 busker 嚟嘅。你有冇睇之前嘅全民造星？唔係好多，即係全民造星嘅節目咧，其實有唱歌，第二跳舞為主啦。因為我收到 email 到依家，我得幾日時間，我發現自己真係唔夠時間去排一隻舞。譬如話，如果我係可以有時間去練習呢件事嘅，我一定會花啲時間。我今日就俾個機會你試下先。你好彩啊你！你真係好彩！你好彩啊你！第二個舞啊、okay。跳舞是直情完全不懂，但是我覺得自己有這個天分的，但是沒有機會接觸這件事。啊，你也挺特別的，個個參賽者都是這麼多時間準備的，只有你沒有的。不過不懂跳舞又無所謂，哄到一班評判開心就可以了。不用擔心，入了圍就會安排跳舞訓練給你，但是也要個人在這裡才行的。你在哪裡呢？請問在哪裡？要去站在那裡直接踩入位置。遲到一兩次都算了，連最重要的 MV 拍攝都遲到，搞錯啊！是啦，跟住我見啊咁多人要化妝成，我遲少少應該唔會好過分嘅。但係拖累曬成全部人。咁我哋係一天文嚟噶嘛，共同進退，我覺得佢哋會肯等我嘅。你咁諗啫。咁你問下佢哋係咪咁諗咯？豈有此理啊！咁串，成日遲，快啲解釋一下。之前都已經遲到。之前係有少突發事嘅。因为依家我其实有一个有病嘅爸爸，多数嘅话我要趁朝头早去瞓着咗，咁我夜晚出去做嘢。我系一个好反叛、好曳嘅人嚟嘅。由细开始我唔中意读书，我净系中意唱歌。见住佢一路咁差落去，一路咁瘦落去。屋企人成日话我你陪多啲去啦，陪多啲去。但系我觉得会令到佢最开心嘅系。我可以跟他讲一句，喂老豆，我得咗，我上到电视，我做到自己中意嘅嘢。我好想爹哋知道，我已经唔再系之前反叛嗰个僆仔，永远净系停留喺自己 comfort zone， 有嘢中意我唔去争取嗰个人咯。老豆，我得咗喎！你个仔企咗上台喎，你个仔有人识喎。我上到电视，我做到自己中意嘅嘢。啊，放松松下气先啦，喺前面啦。几位评判都听得好陶醉，因为一路都有跟住你嘅节拍去摆动。好老实讲咧，有啲五星系值五星嘅。
我哋都真心覺得你嘅表演，無論由你唱首歌啦、咬字發音，到你透過音樂去表達出嚟嗰種嘅魅力，係值五星。So far到而家為止最有聲味嘅一個人咯，我覺得我睇緊一個明星喺度表演緊啦，已經咁，所以我好中意。同埋咧，頭先我喺度聽嘅時候都冇啊，根本唔需要猶豫咧，根本冇紅燈嘅空間。我頭先有諗啊，可以同你合唱喎，但係嘅即係嚇唱得咁好嘅咁。期待你下 round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想玩咩 ？OK， 五星位置喺嗰邊。恭喜 MC， 你入到圍，細伯固然高興啦。不過若然你改埋遲到嘅壞習慣，佢應該會更加安慰啊。第四位嘅五盞藍燈，我哋仲有46個席位，大家努力啦。